门关这么重，我就站在门口，这他把我吓死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你这个怎么搞的？我就站在门口，这房你关这么重干什么呢？我关门，我关门都不行吗？关门行了呀，你可以关轻一点吧，能有人在我这边。关重怎么了？怎么就说明你素质差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在叫什么？你把我叫什么？叫什么了？叫什么了？你说我说的是实事求是的事情，怎么了？没有办法，在这叫叫叫，你是在帮我冤枉吗？你是不是在这叫叫叫你的名字？你在狂叫什么？你在指望什么啊？在这叫叫叫叫什么叫？我关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怕了我关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怕了有你呢？关门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太重了，知道吧？有关系。好像全世界都靠你俩，这你什么东西啊？全世界看你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这东西还讲话？啥呀？干啥你？你管啥呀？我在那哇叫你！你叫什么呀？你能救吗？现在你在门口防着门，门关的这么响干嘛？你碰到我有气啊？我打你了？我对你生气啊？怎么这么冤枉呢？这是啥？这他妈变形金刚！我操，这他妈的、哎、了牛逼啊！我操，这是啥？这他妈变形金刚回来了吧？我操，哎，散了。开始，这是流行吗？是哎，哦，天哪！